而且我发现菜鸡的宠物叫菜鸡妹妹耶。对啊，那个这个人真的存在啊。真的真的存在。我可以叫他跟你讲话啊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他是菜鸡的妹妹吗？啊，我是双胞胎，对，双胞胎。所以菜鸡跟菜鸡妹妹是同一个人，我好崩溃哦。我怎么会有？送你好，不要在那边说你好了。完了、欸。为什么那个人可以用飞喷的飞到我这边？怎么会喷？我先杀了你。那我先开车走喽，拜拜各位。我觉得不用了。你这个，拖海怎么回来？拖海。什么拖海？拖海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啊。啊，对，拖海。成员拖海。拖海杀人了。太嗨了。掉牙的。拖海。这个毛线。拖海，开你的车出来撞人哦。什么东西？开车了，开你的那个八六。哈哈哈。A18又来撞人哦。我好凶哦！楼下有人吗？哦，他下来了。蹲啊！叫你蹲啊！上去哦。是，倒了一个。来，大家一起上车喽！你要不要去救他队友？干掉他，给他死掉！在那边打。大家一起上车。啊！我拿着瓶子过来喽。哦、oh, ，I see you， 小弟。天线宝宝是我啦，天线宝宝。天线宝宝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你要不要出来？你要不要出来呢？手举高。好坏、啊。手举高。还不痛哎、欸。手举高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漫天都是小鸡鸡。好坏哦。小鸡鸡。没有人，真的是小弟弟。没有人呢。Oh my god！ 吓死人！而且我发现菜鸡的宠物叫菜鸡妹妹耶。对啊，那是、这个人真的存在啊。真的存在。我可以叫谁跟你讲话啊？真的假的？来啊！小喵喵。鸡妹好可爱，好，鸡妹 ，Hello， 鸡妹好可爱，叫鸡妹很怪耶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没有，要不要被我射？他声音怎么那么可爱？什么东西？Hello， 又关。所以那是菜鸡的妹妹吗？啊，我是双胞胎，对，双胞胎。所以菜鸡跟菜鸡妹妹是同一个人，我好崩溃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真的？我说好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同一个人？为什么？不要太崩溃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司令。哇哦，四只哎！下面有三只，我们要先跑呢，不能硬打哦。走喽，打喽。不要笑了，不行，我不知道墨女子一个人去。下班吧，我走了。不是，我到底都听着什么？听鬼！这里怎么那么多闪的东西？又一个香气，真多香气。谁要那个闪光的那个？闪光怎样？闪光丢地上就好玩了。哎呀妈，你根本就不是要丢敌人吧？闪光。哦，谁丢我？太坏了。星宇啦，前面乱丢啊！天线宝宝吧，天线宝宝是谁啊？我带的草帽是鲁夫。还有，
子你也太冲了吧，冲吧进去吧，等一下我先把血回满再上去弄它。跳进二楼那只蚕，你说下次就有人。哇，你这个手速好快哦！我的枪，神奇宝贝。我的枪，这个臭尸体，你的枪被吃掉。偷穿衣服，偷偷升级装备。这好多子弹，有没有人要在二楼？有弹枪。哦，有人。哎，在哪？往上跑了，往上跑了。那个楼梯上面，好像在我这里耶。你头上，你头上。不，他发现我了。看到了，那一只脚要倒了。我是右耳。哎，三只，四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一组，对，一重组的，在吗？十十，都一组的，就组他们就好了。他们都在上面的屋子里面，我知道了，小屋子，最后一组，小屋旁边一组。哎，采集行吗？可以的。采集被杀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点上来，上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经理干掉他们，都残血，都残血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怎么用硬？那这怎么用硬？这个打不死哎、欸！还有一个打不死哎、欸！耶，对啊！打不死的兵枪，打不死的兵枪。